晚上好啊！啊，现在呢，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东岳湖松店哦，东岳湖松店啊，好。那今晚呢，哈，到东岳湖松店恰提供的哈，好。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蛮多的这些 media 哈，就是啊，我说的这位呢就是五阿哥了哈，五阿哥啊，五阿哥的 video 很漂亮的哈，很厉害。OK， 喂，本真东岳湖松店到了哦，本真的哈，这个双红 V 的哈 ，LB， 本真东岳湖松店哈，啊，今天呢有很多十多位啊，十多位镜头，好。大家晚上好啊，很正在。那今天呢哈，我就很放心了，因为今天呢，我不会遇到法国人。我也不遇到印度人啊！啊，今天就很轻松了。可以。好 ，Hello，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我们在283哦，283 Bukit Batok 哈 ，East Avenue 3 哈。Hello，Johnson， 今天呢，东岳湖松店哦，东岳湖松店，其他地方哦，啊，来。那今晚呢，有很多。蛮多鸡桶的哈，然后呢，还有如果你们想，还有呢，等一下呢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哈，很特别的仪式就是 no amor 就黑啊，黑啊，哎，乌鸡巴都没有amor是不是？Hello， 因为他美国人这边没有。OK， 我一眼扫过去哦 ，OK， 没有了，没有了 ，OK， 安全安全，啊 ，OK， 啊。哎呦，他们把那个椅子放得蛮远哦。对呀，对呀，阿飞啊。今晚强提供应该是只有胡包伯爷了，胡包伯爷来哈。好。那最近啊哈，我们不是一直说了哈，就是数什么是数字自媒体？好，我在 Facebook post 啊，数字自媒体呢，就是它是这样偶然来的哈，就是一群啊，我吃了我吃了，啊，一群数字，好，好像我对面这位呢就是六师弟哦。六师弟，哎，糖糖没有？没有。这个哇！哎，盖胖，那这位呢？就是九二兄哦。九二兄，啊，哇，那个赞50个赞，谢谢你哈、哦。五二兄他的家长很厉害的哈、哦，到现在呢我还是摸不清楚他在拍什么。我懂他 stream 去 YouTube 而已哈、哦。啊，这边呢就是 Typical Lion 哦，啊，他的弟弟不在，好、哦，姐姐在啊、哦。然后呢 ，Hello，Good evening， 今天晚上没有糖糖啦。喂，哇，来！哇，这位好像刚才，穿，好像刚刚才穿针哦，啊。那东岳湖松店的哈，就是他们的。所以，他们阿强呢？哈，就是全都是看到东岳湖松店呢，就想起胡宝贝爷哈。但是呢，其实阿强哦，他的发起人呢，许敬强哦，啊，他的发起哦，当时呢，他是跳。啊，这个麒麟大圣的哈，所以你看他的麒麟大圣 poster 这么大尊哦，
这么大尊重。好了，压力来了，压力来了，今天有十多尊了，十多尊神明啊，来了啊，昨天奥米迪耶，昨天奥米迪耶哈，今天的数字媒体都到。那等一下呢哈，等一下我带你们去参观哦，它的这个阴殿里面的阴殿哦，哇，很行哦，很可以哦，啊，很大，很大啊 ，OK， 啊，好 ，So handsome the Monkey King 啊，对对对对对。OK， 今天我们的大家晚上好啊，哎，他等一下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啊，就是他们呢会去一个地方啊啊开光啊，他们的服务你看着a bit low 打御风连市店啊Felix Stone 啊，哎，哇，我这两个 brother， 新台啊，还有天王国，还有 hello， 哇，全部在，很多 hello， 很多哈，哎，哇。八分店啊，我这边还有对啊，都是哪这边的哈，等一下呢有一个，哎哇，林圣殿，哇，最红的人气王啊，听说你们的台都打得嘴了吧，多两个礼拜啊，多两个礼拜。哪里？在 Pioneer Point 啊，顺利啊，嗯，哦，啊，那倒是有来哦，应该是会有啦。那上次呢，我去巴德巴汉咯，就是他安排的哈，哦，对不对？很谢谢你的哈，谢谢你哦。还会有这个机会，我再安排多一点。会有啊，好，OK， 好，哎，等一下呢，我们会去一个地方呢，哈，去 bless。这些服务哈，好，今天早上没有到北哈，就是 bless 这些服务。这些服务呢，就是他们在星期六哈晚宴，星期六晚宴的时候他们会标哈。但是呢，等一下呢，我们会随着这个胡豹边缘哈，胡豹边缘呢去标去那个，我看到一对 couple 哦，哎呦在笑，啊。Hello， 很高兴又看到你们哦。啊，你们神坛什么名字？忘记你神坛什么名字了。音符殿。啊？音符殿。嗯。在那个上在那里。东南亚对啊，对对对。啊，哎，等一下你有。没有了。啊？什么？哦，两夫妇哦。音符店那时在包谷南巡哦 ，OK， 我们就采访过他们的店，他们这个神坛，好。如果你们想参加，很多三十多。很好啊，我们来这边就看到很多好老朋友啊 ，OK。一朵花是他们两个。啊，不是我们东林网。哎呀，本丁啦，本丁。啊，带一个平安帽，一个彩宝。一朵花，是不是一朵花？又是他们两个，对不对？啊，哎，阿叔讲话讲好好。哎，哇，新加坡最红的歌星，
现在干嘛 ？Hello，Hello， 大家好，哎，欢迎大家好，帮忙忙啊，多多帮忙我们 Like and Share。那今天呢是我们的东野湖中店哈，庆祝呢这个胡包贝爷的这个千秋大日子，那希望呢在附近或者是有空的朋友可以下来参观一下啊、哦。其实我们这里看得到，我们现场呢非常的热闹。那真的在新加坡呢，自从疫情以来呢，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了。如果喜欢拜拜的朋友，喜欢热闹的朋友，不妨来参与我们哈、哦、我们的这个东野湖中店的这个大日子，就在我们的 Bukit Batok 大排283，谢谢。要不要给钱呢？叫你主持啊？啊，我怕给钱呢，我怕死。喂，他是金牌司仪耶，是金牌司仪哈，给钱的哈。啊，对，啊，现在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哈。哎呦，我们的发起人好像很压力耶，你看他的脸。好了，我们来等到，等哈啊，是不是低了，对不对？不可以再上，就被你的线。哦，好好，可以。天空短哈，天空短。啊，就是，也是来站台，好站台。哦，那0371店哦，啊，我说我要去0371店，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耶。啊，你们今天没有打鼓啊？没有打金钩啊？啊，很浪费嘞，有没有打金钩？啊，我喜欢看你们打金钩。干嘛？好了，我们开始了哈。大黑好。毒奈应该是没有阴神哦，没有。我们掐提供嘛。哦，今天没有阴神哦，今天哈。那最近呢，哈，我们的出现很多新秀啊，然后就是这个是 BK Travel 啊，啊，每次介绍的，糖糖有来 ，Oh my God， 糖糖有来，哎，你跟他什么关系？跟他姐妹吗？损友啊，哎，你看，美国的 viewer 问糖糖有没有来嘞？糖糖是你啦，啊。是吧？好、哦，哎呀，我讲啦，注意哈，那两个损友，这两个损友来的哈、哦，啊，OK 啊，有的看了哈、哦，等一下没留他，你们有很开心，哎呀，我在哪里呢？我五个起跳，怎么？先看我们的媒体先，啊。等一下，我的 camera 就放糖那边。阿翔有跳芭蕾，有啊，跳芭蕾有啊，你会跳啊？哎呦，距离很远哦，距离很远，外面还有三尊哦。请 focus。伊比苏在哪里？哦，对哦，他又穿伊比苏的衣服嘞。没法嘞。如果你们在场的朋友，三位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跟随我们，损来损去好朋友。我太远了。
多了，人多了哈。太多人了。我认为做系统啊不容易的，因为啊他们必须要面对很多 camera 的。我们在大牌283啊，小熊他们啊。这个没晒啊，你不来跳，陈高伟。我们的御风连吃摊哦，刚刚大的子弹过而已哦。Just get up。现场哇，现场很来不及现场。先拍哦，还有十位哦。看到了，谢谢。哎，大家晚上好。好，那边还有哦，你好，李超，OK， 不要问我什么神啊。怎么知道我这么抠啊？大家晚上好不好？
没来不及拍。等一下，还有糖糖啊！哇，谢谢分享。在我的 TikTok 很红的哦。
很帅气哦，当当哦，哪吒太子哈、哦、啊，哎这边这边这边有，哇，把我的精神都喷出这边的，来，打背弓啊打背弓，哦还有哦，这边有哦。那他是啊、马来西亚笨珍啊，笨珍东岳呼中殿啊。那这个仔仔呢，在我的 TikTok 呢哈、哦，有一部 video 210万的观看了、啊，就是人什么？2.1 million view。哎，这好主意哦，老板，下次我也买。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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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啦、哦在错港龙德潭哦，千刀贝爷，但是今天呢，他敲的是关碟吧。来一个啊，打背弓啊！来打背弓啊！刚刚可以才去游境而已啊，一个两个礼拜前。那哪一位鸡同回了？重要的主角还没出场哦，是不是胡宝贝啊？我们飞嘛，没办法，哇！
在283啊，283啊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哈、啊，啊，今天是东野湖松店啊，啊，想要提供。大家可能拜拜哈，这几天。OK 啊 ，Let's go。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要跑这些呢？因为胡宝别来了。OK OK， 那现在在里面哈、哦，都是数字媒体哦，啊，谁呢？啊，九二兄 ，OK， 这位是 Jeremy Liao Event， 就是六师弟啊，六师弟，然后呢还有啊 Typical Lion 哈、啊，他的弟弟没有来，好、啊、姐姐来，啊，这个是 PK Travel， 好、啊，老婆顾孩子，老公来拍，还有我们的乌阿哥哈，乌阿哥，啊，乌阿哥最近他的 video 哈、啊。OK， 很多人看哦，是觉得大赞美哈、哦，对，好像狗仔队这样哈、哦，纪少爷。好，我们看胡宝别哈，要降价的。Legend， 那你们知道吗？胡宝别的哈，他的生前呢，他在成神之前呢，他是一位道士哈，他是一位道士，就是他医术是很行的。那等一下呢哈，我们就会随着胡宝别呢哈，去布吉巴斗这边一个地方，那地方呢，他们就会在那边地方开光哈，就是星期六晚上他们会这个标的服务啊、哦、啊，他说他必须去那边，我问他说。因为那边有那个自然的泉水哈，林晚进去早安，来啊，自然泉水，然后呢、啊、用那个泉水呢哈、啊、开光那些服务啊。那各位善心呢哈，就是 supporter， 在星期六晚宴哈，你要留意这，就来留意哦，好、哦，留意这些服务啊。
地址请安哈，谢谢哈。那外面到底有几尊神明呢？神明降价呢？你们刚才没有算。那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位鸡童呢？哈。阿边差别哈。还有我们的队哈，啊，今天就是以我们的本届团员主持哈，啊，以及一路以来如此一直拿出演技哈，啊，刚才我刚给的太子主持，OK，高队的球星，我们的给你的主题啊，以及啊，高队的现在呢？哦，看这个哈、哦，你们这来跟他换肩来。有二十位吗？好、哦，在我们的。这报备也要，这都是都是善信哦，就是support 的。你看得出这是啊，他的没有在换，一个真的 blessed 的哈，就是哇，这么多善信啊，来一个红团哦。哇，还有那些，还有他帽子呢，他也得帽子是金色的哦。是吗？但是还是有人买，还是有人买新的哦，啊，嗯，哎，他的金色的帽子呢？是的，是的，哎，也没戴了哈，在外面。我刚才看到了哈，好，我出去看看，出去看热闹。那大家记得哈，进来是要脱鞋哈，如果你们来这边拜拜的话，啊，哎呦。好的，等一下我跟这边跟着啊，我穿鞋子先啊。
下低空。现在呢，我看了，五百块钱了，将会去一个地方。哎，我的司机啊！好，来来来来来来，他没戴的帽子哦，他没戴帽子哦，帽子没拿。OK， 现在我要坐这辆车呢，还有一个，来，来这里，来，要请那个站长，你那包里有羊苗来加过一点醋，前来那里加过一点。OK， 现在呢哈。你们就随着我一起去一个秘密的地方啊，不是秘密的地方了，是我要去一个地方了，好，就是开光啊，点，就是点那个服务啊。哎呦，我的 number five 不在了，我哥不在，我哥，好，大家等一个人啊，好。等一下啊，我们的五阿哥不见了，他们掐提供哈，我们去那个地方。哎，五阿哥不见了呢。你不能看你 run 的是否有。好的，我们随着这个大队哈，去一个地方开光这些服务啊。再来一个，放来一下，放来一下，放来一下。但是我们再找一个人哦。来了，有劲啊，有劲哈！那装备有点点，有五万个，五万个不见了哈！是的呀，我们有三个人哈，是要坐这辆车去啊、那个地方开光这些服务的哈。然后呢，五万个不见了。报价五万哥，五万哥上车。五万哥，五万哥给准备哈。OK 啊，我们准备啊，我们去一个地方啊。但是呢，五阿哥不见了啦。放拉住，放拉住啊！罗拉不进去嘞。要走了，因为才开始点，这班的鼻音扭扭，现在可以开始点啊！点扭，点扭，这班的鼻音扭扭。
跟着我们的白娘娘来，来来，这前提各位这块北一女流，跟着我们的白娘娘，这块呢北一女流，会啊，哎，这块呢你行。现在呢哈，我跟你们讲啊，哎，哎呀，有没有看就前面那两个一号？然后现在呢，五阿哥上车了哈，提前了。哎呀，喂喂，沃杜，喂沃杜，五阿哥。现在呢哈，他们呢在前提供。前提供的，那是我们呢是兵分两路的哈、哦，啊，因为呢，现在呢我要跟着胡包别人哈、哦，去布吉巴多这个一个地方哈、哦，就是去开光这些服务哈、哦，因为他星期六呢晚宴，好晚宴，然后呢我们就是啊随他去，我们去拍把他那些精彩的片段拍下来哈、哦、，Terry Low，Terry Low 就是你看到你有看到五阿哥哈，你看到哈 ，OK， 快等他底下啊，好，那五阿哥呢哈。最近他，他来男子，他已经上车了，来，来，好，因为前天哈、哦，前天呢，就是我跟那个这边的发起人哦，那个许敬强啊，强哥哈、哦，聊起，他说，我们今晚有一个 special 的 event， 我们走了哈 ，special 的 event， 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哈、哦，开光这些服务，好、哦，开光服务之后呢，回来哈、哦，就众生呢就会迎接，好、哦，所以呢。等一下你们看他服务啊，有鸡啊，有 elephant 啊，我就问他，诶，为什么你会有 elephant 啊 ？OK， 但是你们也许不知道哈、啊，如果你们去东岳湖松店，东岳湖松店呢，来问事的话呢，阿强的，诶，分享谢谢，阿强他的那个问事的地方呢，哈，有很多只 elephant 哈、啊，很多只 elephant 的，所以是吉祥哈、啊，还有那个公鸡，啊 ，OK， 对吧？看他介绍 US location， 两个人。哎呦 ，I don't know 嘞 ，I don't know， 我不懂，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哈，但是呢，不会太久，就是大概五到十分钟，对吧？对吧？五分钟对不对？好的，讨钱点，讨钱点哈，讨钱点了啊，他说我必须要去这边的一个地方哦，就是它有个自然的泉水的地方的哈，拿那个泉水呢 ，You're following me。Interesting， 就是他要去在那边开光的服务哦，嗯，然后刚才我看到服务呢，就有几只大象哦，大象，然后有几个东西哦，他包用红布包住的哈、哦，就不是东西 ，OK， 但是呢，这些主要东西都是在这个星期六哈、哦，星期六啊、他们在晚宴的时候会投标的哈、哦，所以各位 supporter 哈、哦、，support 东岳湖松店啊。就是敢来哈，敢来哈，是小桂林吗？诶，这边是布吉巴多啊，是小桂林哈，对不对？到了吗？那等一下呢，我就跟你们解释，跟你们介绍一下东岳湖松店哈，它的庆典大概十天啊，在这边，好，它有什么节目哈？节目，那很多人问呢，他有没有有 game？ 好，我不能够说有 game， 我只能够说他会去。进香，嗯，好、哦，嗯，其他神都在OK， 现在呢，我们这兵分两路哈、哦，胡包伯爷呢，就会去那个地方开光这些服务，然后呢，什么，那个其他众生呢，就在那边前提供，啊，就这样子。等一下呢，我们回去的时候呢，就会有left and right， 然后呢，就是会有。就众神就会迎接啊这些服务啊，啊 ，OK， 嗯，你来我来你走，阿伯伊你只知道 program list， 你可以去那个新加坡庙宇出巡与庆典看，或者是你可以去东岳湖松店的 Facebook 看 ，OK， 晚上我下播之后呢，我就把他的节目表放在那个。我的直播那个 comment 下面哈 ，OK， 山泉，对，山泉水与灵气起灵，对，到了，肥哥你到了哈，肥哥，刚才有人问呢，黄伟荣有没有来？哎呀，这种小场面，黄伟荣哪里会来？不，你是来了哈 ，OK， 所以呢，他今天我们就
我们的媒体呢，你们可以去，你们去看现场那边呢，你们去看那边还有谁在做直播啊？老九啊，九二兄，九二兄的是 YouTube 的哈，你要去看 YouTube 他的 live 哈直播。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哎，到了吗？到了吗？到了吗？嗯，好，可以。那我阿强就是那个发起人，就特别安排说，好，今天晚上，哟，你跟着我们一起去这个地方哈，我们要开光这个服务哈，开光服务很特别哈，就是你坐这辆车几号？特别几号，老板？8954啊？啊，不是啊？啊？你摇手是不可以讲的吗？哦，我们的 driver 讲他的车牌很秘密，不可以讲。你们就直接买7307可以啦，7307每次开的。7307开了。操你！好，7307不对，1318没哈，1318哈。好。要赶快哈，因为我要回去找糖糖，吃糖糖。好、哦、是吧？8194啊，你们看到啊？哦，后天星期六啊，你们的眼睛很利的嘞，很尖的。哎，昨晚你们看没看？有没有看我直播、啊？昨晚我用英文跟三个法国人哈，介绍我们本地的民间信仰，他们听到啊，我多爽啊！跟你讲，昨晚听到给我熏到公公啊。One rice, one 信号发。哎，7307 iPad。你太小看我了啊！有看了、啊、好笑哦，是不是？嗯，唐太子啊，他是哪吒太子啊。所以呢，每次我做直播的时候呢，每个人就问：哎，那个唐有没有来？哎呦，乌漆嘛黑的这边，乌漆嘛黑的这边应该是什么地方哦？No, we also manag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 去哪里逛街啊？我在我爸爸比基尼。哦，我讲错，爸爸比基尼好像啊，我讲错。可以了。哎呦 ，OK， 好，现在呢？哎呦，好，今天呢？动力护送店啊，就特别安排啊，来这边 ，OK， 就是为了开光它的几个很重要的服务啊，就星期六呢，我们要标的，他们的 dealer 要标的哈，好，看车牌，很多车啦 ，OK， 这辆车不错，这辆车不错，哎，你怎么知道是老人家发源地？你玩猫翻译啊？我的 English 昨晚就，我觉得这两比较准一点，因为呢，这两那个啊，对，我们的护报备也在里面，好，会放在里面 ，OK， 嗯，哇，摆一个香案这边。好像台湾那些去探险的节目一样哈、哦、，OK， 那我该说了哈、哦，如果你有去东岳湖松店啊，问啊胡爸爸爷哈，就是去问吃的话呢，他那个问吃地方呢有很多只大象的哈、哦，有很多只大象的啊，对，嗯，我相信呢，这都是星期六哈、啊，星期六我们要来标的哈、哦，还有一个什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好、哦，这个啊，这个是多利多亚贝啊，多亚贝布啊，多利亚贝布啊，这样哈，哦，这个可以哦，这个哦，嗯、我只能看你了哈、哦嗯、，very light 哈 ，because 这边哈、哦、好像没有 network 嘞，好、哦，没 network。这个呢？这个什么？这是徐东坡啊，手中宝。手中宝啊？啊，是吗？
他这个佛一念珠哦，白衣娘娘的吗？是吗？哦，好好，可以可以。还有呢，这边这个是，哦，这是什么？经济报喜，经济报喜吗？那这根这根这根，这根这根，对，啊，给这个嘛，这是那个一笔钱。我跟你讲哈，OK，这笔一笔钱哦，这个笔钱哦，他的号码跟我的车牌差不多，很靠近。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嘞？这是秘密。啊，秘密。符嘞哈，符嘞哈。啊，这是什么嘞？五色豆。啊？豆。五色豆，五色豆也可以，哦，可以拿一票了吗？傻的。哦，傻的，绑不了五色豆嘞。这个也是吗？这个不是啦。对，我是吉。啊，我是吉哈，这个不是哦。啊，发财灯啊，发不发财？好，这几件服务哈、哦。好。不说话了哈，因为他要做那个仪式了。啊，记得哈、哦，记得这个哈、哦。你们听到那个 cricket 的声音吗？好、哦。你们的宝全部放在放下。他不需要去拿这个。一朵花是一个，那时我在做包袱男群的时候，好、哦，其中一位主播哈，一位主播。他跟我一起主持那个包袱南巡，那是肥哥呢，他去他的祖庙啊进香，他就没有空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很期待哈、哦，今年包袱西巡啊、哦，包袱西巡就是在今年的四月就会是完结篇了哈、哦，因为东南西北都走完了，今年就是西巡。那你们知道西部有多少庙吗？神坛？很多很多哦，好、哦。那也是他丢多少的呀？答案，答。哦哦。哎，你不要吓我，你考空。有吗？没有啦，你不要整天你的脚小啦，你们。什么 One Man City Inside？ 回家就给你走，回家了哈 ，Pioneer Point 了哈，啊，哎呀，就够了哈。好，这是个 Special Ceremony 哈。是我的 driving， the person driving up it is my 公公。哇呀，公公 very power 嘞哈，哇 ，Mercedes 2118哎，嘿。这得力无量。九二兄 YouTube live not bad 啦。哎，你们去九二兄的 live 哈，因为他们呢。天神都在那边，都在YouTube。你们去九二兄的 YouTube 啊，因为你们可以看现场，现在在那边什么事情啊？可以在那个啊现场那边什么事情？按的嘞。等，来到。嘞？说点催命为例啊。啊，都。Wearing white hat, blue hat, sitting half face only. Go back, no more 了。哎，你别，好恐怖。当天我在 TikTok 直播、哦、也是很多人笑我嘞，说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家后面有一个女孩子一直在对我笑。如果你们想看哈、哦，现在布吉巴豆
现场呢到底是什么样子，怎么情况的哈、哦？你们可以去九二兄的 YouTube， 他现在在做 live 哈、哦。陈师傅，那给在几百个人面前呢、啊，我要说一件事情。你们知道我怎么认识东岳护松殿的吗？就是陈师傅介绍我来的。啊，有一天陈师傅说：“好，我要带你去认识，东岳护松殿。”啊，他就带我去维加巴扎哈 ，Help me say hi to 广东。第八个来源是有吗？啊、哦，有嘛，好。所以现在我们的数字自媒体哦合作的哈、哦、啊，两个来这边，两个去那边，所以你们 viewer 哈、哦，你们可以看到两个地方的东西，嗯。哇哇哇！哇哇哇！陈师傅，你在中国，你可以看到我们的Facebook 啊，翻墙吗？哇！哇！哇！真理记得土龙，哈哈哈哈哇，厉害厉害 ，Use TV Watch to assume。哇，那个笨真土龙，没有人叫我去的。哇！来，来，加点，那个，来一根一根爆啊！你们拿的什么？你们爆？来，啊，去哪里哟、哦？去哪里哟、哦？哇，这边有一个，哎呦！那大家要珍惜这个服务哦，这个服务真的是翻山越岭哦。哎，真的有哦，在这边哦，这是源源不断哦。我破回来见啊！来破，你们看到个泉水吗？吹风，我操！我破几个，我兄，谢谢你们哈、哦，谢谢你们支持我们、哦。人人、嗯、下来先，好，我上去了。来，人下来。我破回来，你也破麦路了。好。来、啊，你跟他拿出先。哦。你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的虎宝贝的脚都湿了哈。哇哇！来，好，你跟他接啊，另外一个人跟他接先。哎，我也想要哎。哇哇！我也想要这个 blessing。来下一个来。我们在五级八度哈，新加坡哈，然后呢？出宝贝也在亚龙，亚龙，他们的庆典要开始了。不，他们的庆典呢，在布吉米拉。来下一个，报给到啊！
够球。哇！还有没有？今天的多多有没有人中？这种尾号码会人中咩？多多。哇！不要叫我下去啦！不好意思啊，我们只是来拍摄而已。来啊，好，请怎么样？来，我们再补一把豆哈。找一根。过一 ，yes yes yes yes。有，有有，然后包会把他袜子都丢了，你们在后面捡呢，一定很 lucky 这个。哦好，也别放心，后面有人捡。好，好了啦，大家哦，你们要什么自然泉水哦？啊，没有啦，不要啦，不好意思啊。OK， 这边啦，这不给多这个自然泉水。OK， 看啊，服务哦都，哎呦，到开光大手了。帮忙一下，来，得。不给把多位啊？我不懂哎，我知道这边有很多巴士，这边很多巴士。来了，很多巴士。来，车主刚才驾车的啊，是两车是吗？啊，一人来抱一只啊。啊，这我。这五大五个大象，你们要，啊，赶紧来哈，星期六。换了。No， 你去标咯，他们会标咯。啊 ，you bid， you bid， 我们永远有很特别咯。包上你们的车咯。哎，公鸡，公鸡，嗯，等一下。这边在放哪里的？啊？没有，等一下放你们的车。你告诉我。可以。你们不要看我坐哪辆，看宝贝也坐哪辆哈，宝贝坐哪辆。我去买一个服务啊。那现场热不热闹啊？在那个庆典的现场我看不到了哈，在这边。啊，等一下我们回去将会更加热闹。哇！来抱的人，来抱人，来抱！哇，这是鸡哦 ，special， 野狐，来狐，好了，你抱上去。这投标不是招标，投标。好，他们在晚宴时候，这是管宴马的。哎，不是胡宝贝爷，胡宝贝爷。
两名民警是哪个？哇！哇！哇！坏了！坏了！进去啊！来抓别的包，抓别的包，抓别的包。来听的，听家的啊。不，坏了，坏了，坏了。哥，这个包。All this you can bring home. Oh, you can bring home. 来一笔钱。你们要知道这个一笔钱的号码吗？你跟他吵一下。五万。五万。在报考啊，五万。五万。这个手中的一个念珠哈，是。OK， 大功告成。OK， 好，记住啊，记住报备坐什么车来啊？啊，哎，记住好吗？这是哎，这是我第一次哦，很荣幸，这第一次可以拍到这个仪式哦，就是 bless 那个服务的仪式哦。那这第二辆哦，看到吗？三零零的，哎呀 ，OK 好，对。哇，车牌都没了哈，对哦，第三辆哈 ，OK， 我觉得买218对的，第四辆他说不要放，但是呢，给啊，刚才门已经打出来嘛，对不对哈？嗯，好了，现在我们准备回去了哈，然后呢，众神呢哈将会迎接这个宝回去那个。庆典的地方，好，开走啦，可以走了，应该是吧？来，上车了。OK， 再来个十分钟，啊，对，还大概，哎呀，不错啊，看到这个 ceremony， 哎呦，对，好，可以。我就坐哪咯？坐哪车吧？8194咯，对咯，嗯。OK。那现在呢？哇，你看我们的一个 travel。OK。
现在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庆典的地方的哈。哎呦哎呦哎呀 ，What's the thing for my backside？ 啊，金宝，就是他们必须在十点之前啊 ，OK， 十点之前完成整个仪式啊，这些其他提供嘛，对不对？那我相信呢，我们回去呢哈，就是会众神呢将会迎接我们的宝啊回去，然后星期六呢他们就是标了哈 ，What number is the best buy 啊？7307，好，7307，你不后悔，我跟你讲，总有一天他会开的。那上次呢哈，上次我去哪里呢？我去笨珍哈，笨珍的东野湖松店，那个地方呢就是8989。你们知道8989啊，就是包袱难寻，那个 T 恤上面那辆车的车牌号码，你知道吗？啊，迟了。哦，好像我们去的就是在上次在那个笨珍的东野湖松店呢，是多亏啊，多亏。那我你紧等嘞，你到尾后。不能确定你要修婚呢？哦，没有这样快回来。啊，不然你进。啊，欸，问你，不然，他们，因为我们要等那边好，我们才有办法回啊，他们才来接我们。他们接我们哈？啊，他要接我们的。重则接我们哈？对，他们不是，他们不是特技哦。有，他们有特技啊，联络团的人有特技，只剩我们的主神在那边的白衣娘娘会等我们回去。哦，好好，可以。啊，如果你们想看那边的热闹的话呢，好，你们可以去看那个，那个，这边看不到我的脸哈，来，我聊天不要。因为呢，他们那边呢还没有准备好哈，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呢，现在呢下来跟你聊天。好，请问今天其他地方没阿北啊？没阿北哈，今天没阿北哈。OK， 啊，来，我听一下。要站在他的后面，不跟在他的前。周末嘞？周末嘞？周末我们没有来生的。那今天是东岳湖松店哦，他们大概是第二天嘛，昨天安谈嘛，对不对？他们就是今天强提供哈，然后兵分两路哈，然后呢，你们可以去看那个 Typical Lion 的哈，或者是那个谁呀？九二兄的他们的直播呢，你可以看到现场那边呢，就是这边他们联络摊的话已经特机了哈。包贝爷，包贝爷坐的车是什么号码？2118，哦，118哈。好，那在我身边呢，就是有来，我介绍一下，不是，帮我拿一下。啊，可以，来，没有问题。等下我就我飞过来，飞来，啊，别拍我，再拍来。你吵我，吵我。抄你啊！你叫你抄你。哦，你要灯。要放嘞。OK， 我给你 flip 那个 camera 了，吓到我。OK， 现在他们十天的节目啊，明天什么？what's the program？ Program， wait，嗯，等一下啊。Program 啊。现在等哈，因为他们呢回去呢，白衣娘娘跟就会迎接我们的这个服务哈。啊。OK， program。然后呢，如果你们要看那边的热闹呢哈，你们可以去转去。Typical Lion。来，没有拍。好。或者是 YouTube 啊，九二兄啊，今天呢，数字媒体啊，数字自媒体，自媒体就是什么叫自媒体啊？我解释一下，自媒体就是 social media 啦，好，就是你不是属于那种 Channel 8 Channel 5的，我们是自己出来哈，自己做主角，自己讲话得不做主播的那种啊，叫自媒体 ，OK？ 嗯 ，Let me find the 好，现在啊，跟你们讲，湖中店呢，哈，他们的庆典。有十天了，那今天呢是其他地方嘛，对不对？他们在12号，好，12号是 weekday 哈，就是做工的时间哦。然后呢，他们在3点的时候呢，他们会去进香哦，他们会去进香。其他的不说了，我 zip 哦，12号3点他们去进香，你们懂了啊 ？OK， 但是呢，还有一个更重点就是17号哈，在今天几号？今天十一号。11号。好，17号呢？如果想参与热闹的话呢，你们可以在晚上6点到7点时候呢，来布吉巴多这边哦，283参与他们这个油甘崩哈，他们每次做大日子呢都会油甘崩的哈，然后就是
在布吉巴都283这边哦，这样走一圈啊 ，OK， 那个将会是很热闹的，很热闹的，在17号 ，OK， 这重点的哈、哦。然后呢，他们的晚宴就是刚标那些服务嘛，对不对？他们的晚宴呢就在这个星期六，啊、哦，这个星期六有个晚宴哈、哦、啊 ，OK， 啊，重点是这样子啊，还有几天这么多天呢哈、哦，再看一看，啊 ，OK， 明天。拜五，OK， 来说一下啊，对，他们有一天哦，有一天呢、啊，他们会去刷定嘞，好，在19号去刷定送五祖哦，送五祖哈、哦，18号呢，他们就祭拜五祖孤灵啊，五祖孤魂，这19号呢，他们就上山送哈、哦，送，所以这个可以参与一下，就是很久没有参与这些刷定的了啊，对。好 ，OK， 好，那，来我介绍一下啊，就是，比格传播来，我就跟比格传播说，我要在我节目里面呢好好介绍，数字自媒体。第一呢，什么是数字自媒体？因为我们是很奇怪的，因为我叫七少爷嘛，对不对？好，突然就出这个五阿哥，哦，六师弟，哦，九二兄，全部是数字嘛，对不对？数字自媒体就是 numbers， 好、哦。不过呢，我们还有 big travel 啦，它不是数字，比其他半缸的，好、哦。要半缸。半缸的自媒体，那 big travel 呢？它会写啊，好、哦，它会写，然后呢，它也是跟我一样很交给人讲话的，讲话的，最适合接七少爷，就这些老的，我要去云游四海了，好、哦。所以最近呢，我跟你说嘛，我在 Facebook post 嘛，好、哦，我是在。搞这种塞班街，好接手，接手，我们尽量。他 Big Travel 哈，就是他，啊、你几岁啊？几岁？37。37岁，然后他老婆还有一个孩子5岁，孩子5岁又很 cute 的，很可爱的哈、哦。常常参与他们做这些大庆典，好、哦，孩子是用手机来 record 来 video 的哈、哦，手机五岁而已，好、哦，来介绍一下自己。啊 ，OK， 嗨嗨，说我们是 PK Travel， 说。这个播道就是我的太太那边 start 起的，就是我们就拍 YouTube，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拍九王爷的庆典。哦，先从九王爷开始。从九王爷开始啊，我们都是从九王爷开始，连慢慢我们就接触到别的庙宇，说尤其是天圣坛啊，说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越来越多有这种信息的，我们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来拍摄这些东西，所以越拍就越有兴趣，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TikTok。我们也开始了，你 know 我们的 Facebook 的 post， 说我老婆就会负责拍照咯，她就拍那种很漂亮的照片，她就用 camera DSLR lens。我就是喜欢讲话，我就会做 TikTok live， 说就是这样啦。连我们的 video 我们就会用手机拍摄，然后剪接放上 YouTube，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 find us on YouTube。OK 啦，讲这么多，走了啦，啊、走了哈，好的，走了，走了哈。OK， 好，可以，可以，就是大家去 support 啦 ，support 啦，你BK Travel 哈、哦，还有一个五阿哥的车上啊、哦，五阿哥也是哈、哦，很行哦。OK， 好，现在呢，我们要回去了，然后不懂那边什么事情发生的哈、哦，会有什么庆典发生，然后呢哈、哦，请大家 support 啦，就是 BK Travel 哈、哦，然后就是他们努力的哈、哦，就是两公婆哈、哦，两公婆，好、哦，那有时呢就把孩子丢一边，好、哦，没人顾。好，丢丢没人顾。有啦，有人顾啊！坦堂会啦 ！Oh my god！ 哎呀，这是最好的安排啦，我没有拍到坦堂。坦堂就那个哪吒太子咯。啊，你们家，你们可以去家等一下嘛，我要回去了，我糖还没有吃嘞哈，嗯。OK， 现在我们要回去你可以给我指什么东西？迪比克莱恩。哦，迪比克莱恩，迪比克莱恩就是刚才还在那边，在那边哦，对不对？好、哦，所以我们数字自媒体呢、哦，就是这样形成的、哦，因为都是号码嘛，号码。回啦，韩生蛋，韩生蛋，你怎么知道回啊？你没有 support 我这边哈、哦，你在看他，还是你手上有几个手机？有人哈、哦。有人哈、哦、有三个手机的哈、哦，一个看我，一个看谁 ？She see you now， 然后，哎呦 ，so sad that Terry let money let monkey king and 白衣娘娘，哎，全部回到啊。
我老爷，哟哟哟哟哟，进不了，什么事？什么事？不行，我们有很多机会拍啊，糖糖的话，糖糖。另外，唐唐这个念是我弄出来的，没有什么礼貌，他是哪吒太子来的哈，啊，哪吒太子啊。哎呦，跟唐唐 now doing， 哦，对吗 ？Seven Sword 就是超宝吗？全部超宝了吗？哦，还好，快点快点，再超宝，我回去看了，啊。Need to find out her name 啊 ，her name 是我忘记了。其实哦，糖糖哦，他啊跳绳不是很久的哈、哦、，less than one year 哈、哦、，less than one year 的啊对。不过呢，他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哦。哦，哎，这超宝杀了哈 ，OK， 好 ，OK， 超宝杀了 ，OK。哎，谢谢你们呢，没有你们给我这种。news 啊、哦，我都被不懂什么事发生在这边。好，我们到了哈、哦，好，来拍一下超宝。嗯，超宝。哎，你们有没有看我的直播的？你们整天看别人的，没看我的？你们要去每个买三个手机啊、哦，因为现在呢，我们就是全队出发的哈、哦。我跟你讲哦，哎，说陈光伟，你不要骗人了、啊，你 less than one year， 你骗人。我拍这么多都没拍过你，嗯 ，Hello Irene，Where is 六师弟在现场咯？六师弟呢？他的风格很特别的，六师弟他的风格是很神秘的，因为你不拿做什么东西的，他们这样跑来跑去哦，啊，对，好，我们现在转进去了，你看他转进去，那边转进去哈，那边聊，啊、哦，对对对，嗯。啊，然后你先这样，我们好，我们下次这样，对对，我们用跑了，对啊，哎呦，好，我们先跑去现场先哈，好，可以。好了。那六师弟那边，六师弟为你们挂这个红带。哎，我们的神坛达人阿嬷啊，快来走走啦！好，那好啊，请白娘娘为你们去吃米粉，吃米粉好可以啊！啊，你们可以排队。然后。全部还没有，全部回啦。啊、还有啦，因为我们的花费也会在啊，今天还有啊，他现在前往我们新加坡的风水宝地，还有这个都才是头铁。回来了。哇，有这么多地波地煞。叫做善信。来，我们主来这边来接我们的这个哈。谁哦？哦，我们的白马。没有嘞，没有撞嘞。我们接回来的这个财富。啊，麦没有声音啊！谁干的呀？帮我拔出来啊！拔出来这个。
爸爸啊。等一下啊，拜拜拜拜啊！右手啊 ，OK 好了。OK， my microphone is back。来，我们的哈。拜月的财富哈，这是很好的。然后这里面有机会的话，那个让我在新加坡啊，来到一个风水高手，把这财富带到这个东西。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啊，恭喜恭喜，向你拜财富哈，啊，恭喜恭喜，拜财富。他是东岳呼松店哦，啊，笨珍哦，笨珍的善财童子哦。我们看有没有飞慢哈，哇，很多很多人哦。那我很喜欢看到善信哦。啊，这样来跟啊神明的拜拜一样，我觉得很好看。那目前在住在布吉巴多啦哈的朋友们呢哈，你们可以过来啊，在大牌283啊布吉巴多。East Avenue 3。阿嬷阿嬷排队，应该是阿嬷 Brady Q 哦。喂，我突然就要变阿飞出来，我有阿飞哦。谢谢谢谢谢谢，好啊。啊，我们现场很多人很多啊。没笨了，没有笨呢，没笨到。哇，北户阿北，阿北户，叫大哎大啊！哇，这个包二包二。对对，这个东这个宝物啊，哎呦，超级东西，哇！它后面的硬垫很大很大的哈、哦、啊，很美的。重点哦，重点是它的 icon， 哦。
然后呢Felix Store 啊 ，Felix Store 就是御丰联事店哈、啊，那个股东啊，他就特别强调说，这边 aircon 能不能？哎，你 stand 到这么 plus 啊？啊，是哦。哎呦，我们的周边跑出，我们的荷包边跑出去。哇，里面很 happening 啊，里面。接触哦，然后呢？哎，小桥流水哦，啊，黑黑的哈、哦，黑黑的，那在那边拜拜哈、哦，这边小桥流水。然后呢，这你们进来的时候呢，哈、哦，就必须要脱鞋子哈。啊，今年最好的啊，足够的参加这个第一年的五日消灾排的多五年赛。哎，妙微谈，阿妈呢？哦，好，马里乌 ，Hello， 四个生肖拜太岁 ，Hello， 阿妈，啊，就是本命年，哇，啊，好久不见啊，朋友，好久不见，阿美，第四个是啊，妙微谈的，哎呦 ，Hello， 瑞秋，所以如果你有这四个生肖，你们要到公庙去拜太岁，啊，其实啊，你没有讲我哪里敢来，我们怕你没有空而已，哇，你又要问嘛，你其实12月初7，这个平安带就是。All your viewers, I'm inviting you to come down on 12月初7, OK? 阿阿摩几月几号？下个拜三17号，一月。拜三啊？啊，那 weekday 拜三嘛，那拜三，我拜了礼拜咩？你差点没去开讲，去鬼爷哪里？鬼爷哪里拜了礼拜？庙会谈哦，下星期三哦，12月初7啊，初七啊，好，他们多大日子哦，在那楼下，楼上啊，在楼上啊，哦，好，可以，好，那我跟庙会谈我是很熟的哈、哦，因为呢，我采访过阿妈，啊，等一下，这边要脱鞋穿鞋，脱鞋穿鞋。凌霄宝殿前点替这个平安灯啊，阿进呢星期天带来很重嘞，这个大家鼓励。哎 ，Hello， 进来。进来，又跑掉了，你看，就跑掉了。每个看到我跑的嘞，很奇怪。那你托尼亚贝现场有为你们安排这个拍团庆典仪式？找那个糖糖，很多人哈、哦，这边很多人来哈、哦，支持。好，在那边等。好、啊，我们的仪式会安排。糖糖不见了。啊，你们是不同事，不同国的阿伯，你们有多，你们时间，你们财源，啊，你们健康啊，也才拿到哈。现在可以开始在这边排队。啊，那个居民阿伯开大办公救济。爱龙石在那边等哦。Thank you 啊！啊，我们这边啊，我们的众神啊，我们的这个庆典的中央就是白衣娘娘，每一年年尾一定带上这个平安带啊。Big travel good evening。对，庙会谈哦，大家就是你们 approve 啊。我们的这个啊直播今晚，今天多人嘞，今天多人啊，多直播。是多少人现在？没有很多人直播，很多人直播，这么多人数有改动。有，刚才千多人。刚才千多啊！我看看，我为你加油，把它拉上来。我出去一下就下架了。啊，今天就加上来了。去刷定。啊，来帮大家把你们的手机打开啊！我们进入我们介绍你的这个直播啊，我们的人数就跳上来了。好不好？啊，介绍也不管新加坡哪一个地方都是义务的啊 ，No touch, no touch。啊，哎，来，来手举上来好不好？来举上来，对，让你们手，啊，让你们大家横财就手，把你们手举上来，来来来，一下，哇，跳，很多人哈，很多人哈，就是 ，happy 啊，啊，因为你们都有诚心，还有 baby 的七少爷有在现场，两万七少爷，好 ，OK 啦 ，OK， 来，住哪里？如果你们要 West Coast 啊。哦，你怎么知道这边有庆典呢？每年我都来呀，每年都来哈。啊，就这一些，好好好。
好好好，卖薄饼哈，卖薄饼哈，好，好，你好，你好，好。来中间的韩哥哈，尽量不要站在中间哦。你们怎么？你们怎么？你们怎么？啊？你们也是排在排队啊？没有啦，排队干嘛？记得星期天来见我们的白娘娘哈。哎，等星期天晚上几点？拿拿掉掉，中中了。大家来个补个运啊，补个好运接新年。来了个七少年啊！大家都知道。他就说几根来的，几根都不会的。他那是鸡放来的，那是鸡，几根。呀，这是九二兄啊，九二兄啊！啊，所以呢，比如那个北牛牛和的嘉宾哈，啊，来，金玉满堂啊，紫苏满堂啊，来，九二兄今天哦，很厉害的他。啊，来，我们白娘娘哈，今天看到你们这个群星来排队哈，他很开心。他呢哈，就把他一个手机搭在我的架子上面，害我中的要死。啊，但是呢，你可以介绍一下吗？你的，你们这介绍我都不乐的嘞。你这边在干嘛？在干嘛？来，这个是，这架是现在在拍的啊。然后这架是 control 家里电脑。这个什么？家里电脑。说、so, 你看现在在播这个。如果你们在场朋友可以换啊，你们带了平安带之后，换的话，在 YouTube 的时候它就会变。control 家里的电脑、啊，就是我们的上台同志为你们就可以变来变去，需要这样复杂吗？可以写比较多东西。这架是现在在拍，在拍的咯，所以是一模一样的。这架呢？这架没有白去了，原本是看 stream 的。哎呀，直播他哈，九二兄啊 ，YouTube 的哈 ，YouTube 的，他会把现场的哈，那他的 streaming 是没有 stop 的哈，他可以 stream 八个小时没有停止的，厉害哦，这个人哦。啊 ，OK， 啊，六师弟哈、哦，六师弟怎么样？六师弟，师弟来，喂，六师弟来嘞，好运灯都可以。Interview， 他跑掉了。坐下来先了哈，来，直接把这个认识你要讲，还有留意的一三至到四次去跟我们有位。安娜，他维系他这样跟你讲，今天过去吃。你想讲的啥？啊，你的我不懂谁啊，他认识你哦。他说他留给我们一人一只三到四只的炸鸡翅膀，他叫我们等一下过去吃。一人有三四只 啊，三到四只是吧？对，他没有留给我，他完蛋。他讲他一定要留给你跟我们啊，他叫我来找你哦，他叫我来找你哦。啊，新台同志为你们。他点 how to do live in TikTok 啊。还要朋友去那边领取哈，那边热金处哈，因为我的声音今天不性感啊，可能太小声。那、啊、这位就是五阿哥啊，五阿哥就是。没事，我不要上来。掉。啊，来，要点灯的朋友哪里？五阿哥。啊，好，他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他在拍玉林潭的 video？ 好、啊，他的风格哈、啊，五阿哥的风格啊，很特别的哈、啊，他是以连续剧的方式来做的。他每个 video 一播出的时候呢，一分享的时候呢，不会超过四分钟，好，然后就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这样，他让你很期待，很期待再看他下一部作品哦。老七初七我会在，初七是拜几？看了不看你啊？龟飞哥在哪里？哦，飞哥在那边哦。哇，看到你了啦！哇啦喂！哦，十块钱天牛，要的朋友，这个人哦，我很久没看到他了。光宇、心情哦，这些凌霄古典，好，要的朋友，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因为我的包括时间只允许到十点，没有办法，没有钱买。因为那里金库广告，我十八日嘛，来来来来来。啊，所以请大家有兴趣啊，有介意的朋友，我跟你讲哦，黄鸟不要忘记我，我今天看到每个了哈。你，我跟你讲，你有今天你要谢谢我，为什么？没有我推出，会有你有六百多个人，我把我三百个人数给你，你知道吗？刚才签了两个台，我叫六百多个过去了。我跟你讲了，飞哥，你的直播没人看了。你们在骂人，人家丢垃圾脸骂。乐意带，乐意带，乐意带，意带。来，苏志勇，意带，意带，带了，带了。父亲，请到这个度没有，不是骂人，没有。我跟你讲，我们大家都是拜拜的人啊，我们要做好榜样给大家。两个呢，因为我们最近你看到很多新闻嘛，很多新闻就是很多对我们拜拜的人没有信心啊。这个我们要做好的榜样，对不对？你觉得啊，七少爷有没有在树立好的榜样？
有啦，可是我是觉得你做到很好，可是有一个东西，记得哈，你不要看留言就对了，你做好你自己。你们大家看留言，你看留言那叫什么？你看他订购的留言那叫什么？最重要是，我跟你讲，我要破一万了。我的站刚刚，因为我呢，对，也叫人家去介绍，剩下少一点点个人了，那流动人了哦，我在做订购直播了哈，我家的屋顶做了吗？讲而已啦，有阿辉，我来了，你看，他刚刚一百个站了，得差多少个人？32个人呢，这快点！每个人啊，地道，32个人呢，我要32个人就够了。安阿布伊，你看我的粉丝又上来了，看500多个人加600多哎，我还是有用的。没有你要谢谢我嘞，没有我没你没有今天。我告诉你啊，我昨晚讲的英文听得懂吗？昨天。做直播那些英文我跟你讲啊，第一那个黑人这样子，他的反应在哪？喂，刘汉，光哎笑哎，那个阿猫也在比赛，那个阿猫也在比赛，那个黑人这样子的，你看他表情，你不想给你看重播，好像我讲哦，我的好像嘴巴还开对，我的英文太刘汉嘞，我的英文是你专业啊，你讲哦，那个阿猫哈，唔知几辈来，他光那些大大蟹，我见到公公啊，那个讲，我跟你讲，你是大蟹，那阿猫这样子，那个黑人这样子，连那个白人这样子。哎，明天下午3点，我们有一项公益上帝仪式给你上。啊，上帝公子，我发现哎，十八老气啊，他对新加坡的庙宇很好，可是明年啊，2024很多场，马来西亚的啊，已经在 book 住了，还有听说中国的不要去啊，好累到要死啊。每个是25块，英明的小孩子的包袱10块钱，还有这个裤钱，没有力啊，裤钱没有刚好。10块钱啊！如果你们想上去，刚好他们今天3月1号开始，明天晚上开始。还有你的请帖在我这里啊，那个自训店哦，你的请帖在我这里，世界最大的啊，总共有请龙虎山来做大多久？每天都有包备，没有啦，因为你要请动龙虎山的队伍下来啊，做一天慈善的这个所有神人是他，所有的神人是他，只有一个神不认识的，肥神不认识他。达神恩，你看这现在哦，这些我都。没有人认识我，我爸小弟六什么啦，我们92弟全部没有认识我，我已经过世了。看那假烂来，假烂来，那边坐上酒只有73元，来问我东西而已。接50块的这个，那没有 camera 要照我，哇！下水啊！采访龙哥谈，来。拜天公，地提供，大师兄，电疗提供师傅。哦，那感恩公啊，没得本事。对，让一个采访，猜错感恩的，好歹本事呀。啊，那找本事，好歹本事，爱问后边来吹呀，一包拜让你白包推到边位。无啦，无影啦，卖啦，咱讲啦。啊，咱小孩啊，我也小孩。看看嘛，让老贤仔仔不待机。啊，老贤仔仔啊，老贤仔仔。等一下哦，我明天要办事，可是啊。我等一下要阿江特技，我要跟他讲。我找阿江的宝贝，没有用的，套住半头尾嘛，再过来半不急。那个是千宝贝爷嘞。是啦，他我要找胡宝贝。啊，你没看到啊？我不要找千宝贝，我要找胡宝贝。平安米哈，他抓一半，他讲明天没有来。那个讲是50块。胡宝贝比他多钱吗？他讲明天不要来。做事抓一半啊？那你可以这样子。没有办法，记得。因为明年有东西要做，有公司要办。有公司要办啊！所以没有办法。你们到了只是到了，请大家注意哈啊！五月十三，五月十三不要去，五月初二来我这里。啊，还没有知道嘞，看怎样先了。来，这个星期天，这好像是我的哦，这好像是我的哦。平安节，对啊，你的，我要等飞哥什么？飞哥有钱了，我没有钱，我穷，你不要找我。飞哥做很多大项目。没有啦，3月哈，3月1号马来西亚哈世军店哦，世界最大的，你们讲什么？二哥峰哦，对，要开幕了，开幕了，开幕。老板你要过去，来，我特地放请帖给你，半年前就放请帖在我这里哦，你也没有拿嘞，那回去了，因为我采访过他，我采访过他，现在过去，对对对，好。
我多几天要去看去撞他的神龛门。好，3月1号我们是去马来西亚自据点，而且今年很多去马来西亚的机会哦。喂，我跟你讲，纪少爷，你现在红到沙拉威夜去，红到槟城去，你知道那天哦，我去沙拉威，我的心多么伤心的吗？我一进去那个门哦，你知道那个女孩子跟我讲，哎，为什么七少没有来啊？七爷还不是讲清楚，为什么七爷没有来？那边讲的，为什么不是问了？阿飞哥，你来了还没有？为什么七爷没有来？我来，那你要反省呢，要反省，我反省一下啦。哇，反省一下，反省一下。人家认识你，不要认识我。我讲，哎，七爷跟你，他讲只是洗一次头而已，为什么你这样认识他？啊，在初九做什么？初九我们有。对，我讲的七爷没有来。这里啦，大家拜拜，拜拜。今天拿我的粉丝，这个人没有粉丝的。19号，19号。啊，在今年我们也有邀请到来自台湾的朋友，台湾的连墨公庙，哎好，他们会前往我们的这个无双殿现场。所以等一下我把，哎好啊，就是我会帮你们哦，啊，看到时哪一天我们。我还有消息哦，没有跟你们说哈，就是。在14号哈，14号，谁会到呢？台中代祭公哦，台祭公，台中代祭公呢？有14位代表会到这边哈，啊，到时呢，啊、新台交流，啊，就这样子，啊，多尼丹你好，你好，谢谢你来哈，今天不用送货啊，今天，好，OK， 可以了哈，我要下线了。好，因为呢，我们要吃了哈。那 ，hello， 好，可以，我们大概看了几次在做直播了哈。OK， 今天我就直播到这边了哈。那、那个啊，洞月湖松店，但是拜拜拜哈，还有好几天哈，还有好几天。OK， 然后呢，他们也是有一些啊，你们可以来这边 PayNow 他们捐款的东西哦，就是他们募捐啊，他们在他们的维嘎的庙呢，维嘎的神坛呢，在。装这个屋顶哈、哦，这个屋顶，好，装的屋顶哈、哦、，OK， 然后呢，你们来可以来这边看，好，那、主要节目再说一次啊，重点要讲一下啊，星期六哈、哦，星期六 ，OK， 联欢晚宴 ，OK， 啊，就是你们来标那些那个刚刚开关那些服务哈、哦、，OK， 星期天呢、哦，它有个慈善午宴哈、哦，啊、阿强有叫我来，因为呢，我会唱歌给老人听，好、哦。如果你想听七少爷唱歌的话，你可以在星期天哦11点来这边，好、哦，我唱歌给老人听哦。然后呢，他在星期天哦7点半过平安桥，过平安桥啊、哦。OK， 那更重点的话就是他们在12号这个时候，就是哎星期五嘞，就是星期五哦，这个星期五哦。OK， 下午3点哦，下午3点他们会去进香。哎，明天呢？明天呢？Oh my god， 明天呢哈，啊，然后呢就是在重点17号，17号星期三 ，OK， 他们会有干崩，有干崩 ，OK， 大家来跟您来这边啊，供香盛举哦，就来这边，好，然后呢他们有这个天花板哈、哦，天花板，一片哦，啊，一片338块啊，其实呢，啊这个。It's there forever 了哈，那神明呢会看到你哈，哎，这个天花板呢哈，是你这个善心捐的哈，啊，其实 very good， 啊 ，blessing，OK，、okay? 啊，然后就是你，其实你们可以去维格 plaza 哈，啊，维格 plaza， 啊，8楼 ，OK， 洞月湖松店哈，然后他们的神坛呢哈，这边是很清洁的，很干净的，很干净的，因为我去过，那个阿强，我觉得他，那天我说了他，我觉得他有洁癖，有洁癖。很干净的，他而且很清爽的，他的神坛，好，那你可以点平安灯哈、哦，一年哈、哦、30块 ，OK 一对 ，OK 平安灯哈、哦、就带来光明哈、哦，除障碍跟烦恼哈、哦，大家可以参与一下 ，OK 啊、还有什么就是 OK 这慈善 ，OK 啊50块 ，OK 你一包米50块，你可以拿回家吃，或者是你可以捐给老人院哈、哦，造福人群的，所以。有好几个东西呢，你们可以来参与的哈、哦、啊 ，OK， 好，今天我直播到此为止了，我要去吃我的鸡翅膀了哈 ，OK， 啊，有什么东西呢？你们可以跟啊东野湖松店这边联系啊、哦，哇，很多，你看这都是 supporter， 看到没有？啊 ，OK， go inside the blue rooms， 哎，不是进
我不是进去过了哈，那我就在里面，我在里面哦，啊。如果要朋友到直接领取，我就在里面按我的直播啊。OK。啊，那你第一工作要脱鞋子。OK， 好。第八边是包括三点，平安点脱。进入请脱鞋哈。OK。我们的鲍爷今天好像没有穿了，没有戴他的那个金帽哦。Hello。算是在问事哦，在问事。好，在问事哦。好，我们的鲍爷在办公。Call my name 啊 ，Lim Danny Nemo 啊 ，Nemo 在办公哦 ，OK， 啊就不拍他三星了哈、哦，然后这边呢哈、哦，这边是另外一个，刚好，哎，我走掉了，好，那这是我们的新加坡最有名气的。OK， 好，最有名气的歌星哈 ，OK，Eric， 好，可以，今天我的直播呢哈，就到这边了哈，我们啊、明天呢、啊，明天什么事情啊没有？好，我们明天是他们12号嘛，对不对哈？他们下午3点有去进香 ，OK， 那我礼拜吧，礼拜我来这边做 charity 哈，嗯，拜六他们过平安桥，还、哎、有没有？拜六哈、哦，我会去一个晚宴，拜六就跟你们聊 ，OK。好，谢谢大家哈，希望你们 enjoy 今天的直播，好，拜拜。